对不起，对不起，还蛮好笑的。然后这个地方按右键嘛，你要汇入档案哦，记得汇入档案。Import 是汇入的意思，File 是档案。然后你们要先选这个蒙太奇里面的影片。对，那个英文字叫蒙太奇，MONTAGE 有听过吗？蒙太奇就是剪接的意思啊，可以吗？好好，然后呢，我们第一件事情呢，先做这个，把影片转成一个 comp， 这个是开一个新的 comp， 就是每一段影片都是这样按，它就出来这个规格。比如说长宽高是多少，有看到吗？宽是1920×1080，然后每秒29.97格，时间的总长是几分几秒几格。所以你们现在平常看的电视是这个规格，就是1920×1080，你可以选这个选项 ，OK 吗？因为它每秒29.97格，24格是电影的规格，电影是24格，25格是 PAL 的规格是大陆、欧洲、中国，对，大陆、欧洲、中国，大陆就中国，我在讲什么？然后这个29.97是日本、美国、台湾，它叫 NTSC， 你如果记不起来，反正就记得这个最常用就好了啦，好不好？29.97，那再来呢？我们现在呢，先不要这样开，因为这样开的话，它产生的这个长宽不对。怎么知道不对呢？你看拉进来是不是超小块？对。对啊，所以你不能这样做，所以你必须先 Ctrl 加 Z undo 回去，先做一件事，先把它拉进来。拉进来以后是不是长宽都一样？但是因为时间太短了，我想要放两支影片，怎么做？这边做 composition 的 composition setting， comp 的设定。那这个本来是6秒12格，你就把它改成来一个16秒好了，16秒12格，就反正加长时间，然后加上时间以后，下面有一个滑棒，可以缩放时间，所以后面其实是到16秒多，有看到吗？这里写个16，有看到吗？有，那就随便拉一支影片进来，反正就是把它凑在一起。凑在一起可以干嘛呢？我们现在呢看刚刚那个叫做 animation composer。You are using an up pitch什么东西啦？不让我用哦，装了老半天，你跟我说不能用，我妈蛋呢！好难受，真的假的啊？他跟我真的。啊，好好好，现在我先做一件事情，总可以吧？你们平常是不是这个东西，你这个影片要接在一起，大概就是这样就可以接嘛，对不对？对，那接的时候呢，影片你要剪怎么剪呢？你们现在学过剪接软体吗？啊？威力导演，威力导演，威力导演，威力在哪儿？那我是不是应该先教你们剪接啊？那个不用教吧？我哦，剪接要教，剪接要教。我说威力不用教。哦，那我跟你讲 Premiere 算了，那我跟你讲，先讲剪接这件事情好像比较实际。你为什么那么多职业？剪接软体知道是哪一套吗？Premiere。对，我等下再把讲义找到给你们。开那么多资料剪干嘛？开新的专案 ，OK 吗？OK。然后这里都不要设，直接按 OK， 因为基本上你也不知道到底要设什么，太麻烦。所以呢，现在第一件事情是先把影片给放进来。影片呢是从你可以用拖拉的，所以 Robot TV 的 Project 的 Source。这边有一大堆影片，就把它全部这样抓进来。抓进来以后呢，先做一件事情。我跟你讲，第一件事情就先回去练习。这里面呢，抓到这个叫专案视窗，是不是写一个 project？ 然后点两下，点两下以后呢，怎么看影片？大家都会说哦，是这样子看，对不对？其实这样看不是不行啦，但是其实这个不是最好的，因为你的影片有的时候一路动不动就一两个小时，或者是有的时候10分钟，你这样看。你这个都只能大概看，所以其实比较好的看法是，它这里是不是键盘上有一个叫 JKL 的区块？所以呢 ，JKL 可以干嘛呢 ？L 就往前拨一次，你按一下是这样，两下、三下、四下，有没有看到？它可以快转。然后JKL 的 J 就是往左拨，有没有看到？对，然后所以你可以看到这个 K 是干嘛？就是停止的意思。OK 吗？所以 L 是往右拨 ，J 是往左拨，多按几次就变快转 ，OK 吗？可以哈。然后再来是这个是格放，有没有看到方向键是格放？有没有看到这里的格数？这里是不是有个格数？有没有？对对对，所以你就看这个，有没有看到？所以你可以就把你手机拍的影片直接丢进来剪，你看啊，你看，好，然后 Shift 加，哎，小心了，
Shift 加左右方向键，五格五格播放。谢谢。OK 吗？嗯。然后再记一个东西就好，你们就先回去操作。就是在播的时候啊，有一个快速键，我看一下这边，我按按看，按不然得出来。哦，对，没错。OK， 这个快速键是记得中文输入法跟大写键要关掉哦，中文输入法不要出现。中文输入法不要出现，然后大写键是这个 Caps Lock 不要开哦，因为这个灯如果开的话就不行。所以那个视窗放到最大的功能，这个要记起来。Shift 啊 ，shit， 打错了，Shift 加这个，这个是在 ESC 下面，可以吗？嗯。所以这个是怎么放大？我先储存，就是你点一个视窗，比如说我点这个视窗，我就 Shift 加这个，它就最大，再按一次就回来，有没有？点这个 Shift 加这个，嗯，好。所以这边呢，你刚刚看影片的时候，你是不是就可以这样子看？哦、cool。对啊。对啊，所以就这样 ，L 有没有 ？K J 可以吗？那各方 Shift 加左右方向键。对啊，来试一下，试一下，先回去试，先这样就好。对。谢谢。哎，不会。走吧。对啊，赶快。